我同事幫手抽三個出嚟嘅。咁呢度咧，我再講一陣，每一位候選人喺呢個環節，你有三分鐘時間運用，係成個環節，你有權選擇唔回答問題，或者回答曬一條問題用三分鐘，不過跟住就冇得答啦。咁你自己決定，時間係你嘅。OK， 第一位係曹柱國，第二位係陳嘉怡，第三位是鄧小華。 OK， 好，那你每人有一分鐘，請曹柱國給個麥克風。好，麻煩一分鐘，請開始。這個今天呢，很榮幸來參加這個論壇，我是選舉人，我們非常的希望呢，我们未来的戏剧组的主席能推动香港的戏剧的活动，把它提升到一个高度。我呢，比较熟的人嘛，黄秋生现在呢，因为我认识他，是因为他在舞台上有建树，啊，水平都比较高。还有一个是古天东先生。打过一次交道，那么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我们香港这个地方呢，资源还是很丰富的，就是一旦你当选了艺术局，多谢你就呢次提咗都系嘅意见，就未必有问题。不过我要公道就，我就俾陈嘉怡再问埋。大家好，我想問係啦，古天龍先生係做咗六年主席啦，咁但係而家先至話有一啲追擊出現咁樣，咁但係之前嗰六年其實即係做咗啲咩咧？同埋其實如果你俾多啲機會年輕人嘅，今年都有咁多年輕人參選，咁好唔好？其實係俾個機會大家真係做到一啲事出嚟咧，咁我想睇下你點樣㗎？問題就係問一位候選人，每位候選人都有三分鐘嘅時間呢個環節，古生選唔選又回答。好。好，繼續。其實咧，過往六年咧，我話今日嘅乘勝追擊係過往六年嘅積累嚟。譬如舉例，校園藝術大師咧，今年已經第五年，即係話我當時我哋出任嘅時候咧，我哋而家組織咗嘅藝術大師咧係4000多人。咁裏邊有啲咧已經入咗去大學嗰度嘅，咁咧所以咧喺呢一個藝術大師呢一方面咧，我哋係即係話唔係而家先至去做，所以係積累咗落嚟。咁我話乘勝追擊咧，就話我要諗十年後我哋有咁多人，咁我哋而家點咧？咁所以咧嗰、那個我想翻嗰個年青人嗰度咧，我又想講嗰個硬件嗰個問題。其實香港咧就一個軟件和硬件，硬件咧我都係好努力咧，想嘗試或尋找一個可以俾人排戲嘅地方，俾啲年輕人啊聚腳嘅地方。我曾經揾人願意攞三層工廈出嚟，6萬呎平租俾呢啲先。我哋已經計劃啊，要點樣去做，最後都係棘咗喺個消防條例。咁其實咧一個硬件啦，一個軟件啦，軟件咧一個係睇嗰個，一個係做嗰個。做嗰個咧，特別或者睇嗰個咧，特別係年輕一代咧，我哋係非常重視嘅。咁所以嗰個校園藝術大使啦，點解我哋12月要帶佢哋去台北啊之類，都係話讓而家年輕一代咧有個新嘅影響。咁譬如頭先我舉例，我哋喺天水圍組織嘅青少年劇團咧，其實佢哋已經部分咧已經希望佢第日咧去報讀 BPA。咁所以咧，我自己希望咧，將來我哋能夠真係再確實啲。咁到底而家有班校園藝術大師，咁我可唔可以揾咗個硬件，有一個地方，有一個聚腳嘅地方咧？我哋而家雖然嗰個工廈，我哋因為有消防條例，我哋搞唔到啦。但係而家藝發局咧，仍然喺硬件嗰度咧尋找緊機會嘅。唔該。其他候選人，你都係有三分鐘，你選唔選擇回應？好，我見唔到先。有二號候選人自己問。
我覺得現有嘅工作嘅喺呢司裏面嘅代表啦，佢嘅工作話若果係有人繼任嘅話，完全抹殺嘅，即係如果新力量進入 ADC 嘅話，ADC 佢行之已久做得好嘅嘢會繼續做落去，即係話唔會斷咗落去。而另一啲嘅新力量就係會繼續係用唔同嘅方法、唔同嘅社團力量，可能去推動 ADC 嘅另一股力量咧，去加速去進行。咁我係希望新人入 ADC 係呢一個作用喺裏面。好，仲有頭先人示意冇啊，唔記得啊。要回应一下刚才龙先生，他讲他虽然他的问题还没有问完，可是我听到中间有一个重点，就是说香港的资源是艺术的资源是很多很高，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饼啊，分到我们这个地方的饼干碎、饼干粉，一点点而已，所以要追求的将来的目标是这个资源，这个资源是很多，可是没有我们的份。所以我们要追求的是这个资源分到我们的更多、更高比例、更多，就将来我们要做。好，梁永良系咪想回应？好 ，OK， 好，我冇事，因为我剩下啲时间，剩2分24秒，剩低二号候选人2分22秒，剩低三号候选人应该系未用过噶系嘛？系 ，OK， 你有3分钟，四号候选人。47秒剩低 ，OK， 嗱大家好善用，咁我頭先抽咗，仲有鄧小華問問題，1分鐘時間，計時。幾位候選人好，咁我唔係藝術我唔係呢個戲劇界嘅，咁我就想問一個框藝術範疇問題，咁咧就係、基本上咧大家知道藝術發展局嘅前身咧就係演藝發展局啦。咁其實喺香港政府嘅 concept 裏邊咧，我哋其他人會有個概念咧，就係佢會覺得戲劇或者表演藝術咧，基本上係借代咗成個。唔好意思，多謝你。可以重新介紹。你將個麥盡量靠近啲。咁可以重新介紹。可以，但係要。你個麥靠近啲 ，OK， 而家只係以前，清楚未？好，聽得明，聽得好。好，請開始。各位候選人好，大家知道咧，即係香港藝術發展局前身咧係演藝發展局。咁喺跨範疇嘅角度嚟講咧，就係香港咧基本上香港政府係將表演藝術嘅發展咧係借代咗成個藝術界嘅發展嘅。咁而家我哋睇到就算可能西九都可能係咁啦，佢哋一個即係場館係比較多啲。咁然後現頭我哋成日可以查閱到嘅一個叫做一啲關於藝術界嘅調查，好多都係觀眾嘅調查嚟嘅，即係點樣有幾多入座率啊，跟住又點樣開拓觀眾啊咁樣。咁其實呢一個邏輯咧，其實某種程度上佢係引入咗比較大嘅市場性，即係如果從第二啲藝術範疇角度嚟講，佢嘅市場性同埋佢模式其實係比較單一化嘅。咁舉例嚟講，佢其實可能相對上比較上。少提及嘅就可能係一啲評論啦，一啲對話咧，一啲交流。我哋如果頭先阿胡生講話，即係劇本創作嘅問題，再跟原創作嘅調查嘅 support 可能係好細嘅。咁我想知道從一個跨範疇角度，就想問下四位點樣可以平衡？最緊要你想問咩？你想問咩啊？我想問四位點樣可以如果你哋當選，你點樣可以推動政府從一個更加多元嘅角度去推動整個藝術發展 ？OK， 得，唔好意思啊。大家聽到個問題啦嘛，咁四位嘅候選人有冇人選擇回應？大家清楚記得自己嘅時間啊。有冇？好啊，自由本人先生。因為咧，我自己經常都要同民政事務局啦，因為而家我哋 ABC 啦，康文署啦，其實都係 under HAB 嘅嘛，民政事務局。咁民政事務局咧，亦都除咗呢啲之外，你知道另外仲有嗰9個團體㗎啦。咁另外咧，而家仲有啲新嘅資源咧，係俾人去申請嘅。咁我覺得咧，從呢個角度咧，我因為同佢哋比較多要打交道，我哋自己中央劇團都有去申請嘅。咁所以咧，我覺得在呢個角度咧，政府我相信咧，佢係一個盡量去撥取呢個資源，咁咧，然後咧去鼓勵多啲新嘅嘢係有嘅。咁所以咧，但係多謝你嘅問題咧，我覺得我會盡我嘅能力咧，因為呢啲係政策嚟嘅，我會盡我能力去
完成呢件事。OK， 咁應該有古三四候選人係用曬嗰啲時間啦，係零啦。好，其他三位候選人有冇人想回應？我見得同先生回應啊。OK， 好。其實真係好多謝呢個問題。咁你而家呢個問題其實都我諗係我喺如果真係當選嘅時間咧，我係需要連同我哋其他九位即係夾埋十位嘅委員咧，一齊去傾點樣可以作為一個跨界別合作嘅一啲方法。因為其實咧真係好老實講以一個即係自家行業嚟講啦，譬如我自己做嘅戲，即係拉闊劇做嘅戲，多數都係一啲小説嘅改編嘅咁樣。咁其實某程度都係同一啲叫流行小説，即係文學界係有啲關係。咁但係未必即係個個界別都係咁樣嘅。咁咁嘅時間咧，其實我覺得如果係就係講藝術發展局暫時現有嘢可以改變係咩咧？其實 suppose 應該係有啲計劃咧，係可以令到大家即係譬如佢話多媒體計劃咁樣啦。其實而家好奇怪嘅呢個計劃咧，其實係你話舞蹈同戲劇咁唔叫多媒體嘅。又譬如你電影同戲劇都唔係叫多媒體嘅，咁有幾多字叫多媒體咧？咁但係冇喎，可能其實你真係一個文字媒體變成一個演出，然之後你可以俾一個資金佢哋去喺呢個表演之前係可能可以售賣一啲嘅書籍，而嗰度係可以有分力去做呢件事嘅。咁可能成件事就已經係一個跨界別嘅合作咯喎，即係好難一件事做到十個界別都有，但係我相信幾個合作嘅係藝術發展局係可以有能力透過一啲嘅撥款做到。好，另外兩位候選人準備回應。我好簡單回應就係、是一定係同其他界別嘅一齊合作，通誠合作咧，要揾出每一個範疇裏邊係需要啲咩嘢嘅幫助，而喺大會裏邊係尋求一啲無論資源上面、政策上面嘅協助，包括係地方啦，包括係錢啦，包括係政策裏邊配合啦。咁當中未必要需要真係拉埋曬咁多種媒體去變成一種表演，或者將點樣表演而變成文字，即係唔係需要咁physical 咁樣做一啲咁嘅嘢，而係喺政策上面每一個範疇都會有一個幫助，而唔係睇自己一個山頭主義。我諗大家選出嚟嘅代表亦都唔單止係視野唔係單止係局限喺自己嘅範疇裏邊，而係整體嘅文化政策同埋香港點樣去發展。仲有候選人想回應，我都係認真。十個人就喺個荒島嗰度，一個跳舞嘅，一個演戲嘅，一個講理論嘅，喺一個搞教育嘅，就不停喺度喐。湖水咧就得咁少，睇下邊個死嗰陣咧，就大家自己飲一啖啦。咁呢一樣嘢咧係大家傾出嚟嘅。第二個步驟咧就要去揾下個水源，究竟仲有冇水源，大家生存落去，先至可以講得到點樣嘅平衡發展、健康發展嘅。如果唔係咧，你今日到個局入邊有咁多人喺度，資源又得咁少。我又想發展我嘅，你又想發展你嘅，但係藝術係共通嘅，係共生嘅，冇話單獨發展咗嗰隻手麒麟臂，跟住你只腳係香雞咁，又唔可能嘅事嚟嘅。所以呢個係一定要大家傾出嚟。好，保保時，呢位候選人幾多時間啫？1分40秒，呢位候選人，二位候選人，1分31秒，三位候選人，1分34秒，四位候選人應該係零。好。由於有三位候選人仲有成分鐘嘅有多嘅時間，我會再抽多一個問題先。咁啊，睇下大家點回應，好唔好 ？OK， 好。吳美君喺度 ，OK， 好。俾個麥佢啊。你準備好未？好，開始。唔好意思啊，我繼續試一試個麥先。同第二支咧，唔好意思。喂，我80年代咧開始從事文學嘅創作，90年代咧係好活躍咧，係關注各種嘅表演藝術咧，做咗好多嘅藝術嘅評論嘅。咁但我今日發展即係想提出個問題，正如台上嘅即係幾位嘅朋友咧，提到咧，其實藝發局喺2012至2013咧，即係喺呢個政府嘅藝術資源嘅裏邊咧，只係佔咗2.87%。
咁而整體個分配裏面咧，我睇到咧，的確係喺演藝方面有啲嘢傾斜。譬如演藝學院有2億啦，資助主要嘅演藝團體有3億啦。咁咧公共嘅即係演藝場嘅有9億啦。公共圖書館嘅活動咧有8億，但呢個都包括埋係呢個可能有少少文學方面，但係包括埋一啲嘅即係買圖書啊等等。咁喺呢方面咧，唔知在座幾位咧對於比較靜態嘅點嘅文學同埋評論嘅藝術嘅朋友，佢哋嘅訴求你有咩理解咧？我希望即係大家回應一下。OK， 台上候選人想回應，請示意。好，三號張同兄啊。其實我係好關注即係一啲叫做獨立嘅，因為其實某程度可能唔止獨立嘅，可能即係一個機構去生產一個文學作品，或者係因為佢裏頭除咗即係原著之外，你仲要有一個編輯啊，即係甚至去生產商啊、發行商啊，都有佢哋嘅一個團隊嘅。但係喺呢度咧，我未必回應到你講嗰樣嘢，但我想講出一樣嘢就係我哋嗰、那個資源的而且確係會比文學界多嘅，咁但係咧，我只能夠講如果係咁嘅話咧，我哋應該審視點樣令到文學界嘅更多，而唔係可能係氹戲劇界嘅資源。個原因就係因為其實戲劇界多嘅資源咧，因為戲劇係一個群體嘅活動啊，咁的而且確真係可能搞一個戲，嗱我自己而家搞緊戲嘅，我好清楚，就係你真係20-30萬一個戲，咁然之後每個演員都翻租得8000至1萬5000左右嘅啫。OK， 咁所以之前其實有啲戲劇會話委委會15000啊，平均嗰啲咁嘅嗰啲叫就業喺呢個 booth 裏邊嗰啲係直接講嘅 acting 嘅啫。咁所以其實變咗我哋本身，我認為我哋其實都已經嚟足夠。咁如果我去睇嘅話咧，我覺得首先講嘅又啱啫，可以點樣用一啲資源令到文學界可以再多啲錢咧？咁樣係咁講。有冇候選人想回應？冇，我去補補。每一個在個局入邊嘅組別入邊嘅委員，都有佢自己幫佢後邊一班人嘅訴求，佢都有佢哋嘅目標。但係如果文學界評論界需要有某一啲嘅東西嘅，佢哋應該係揾佢哋自己個人去提出呢個訴求，而其他嘅人係大家一齊去研究究竟喺邊一度分配資源落去。我非常同意嘅，文學同埋評論係萎縮嘅，喺整個人體入邊，佢嗰隻手係萎縮嘅，係咁耐以嚟配合唔到香港藝術發展嘅，係落後非常之多嘅，係需要去資助，係需要去發展嘅。藝術發展局唔應該作為一個藝術生存局，佢應該做翻佢自己嘢，變成一個藝術發展局。仲有需要想回應？好，講一次嘅時間，一號候選人，射咁去剩低二號候選人，1分31秒，三號候選人，13秒，四號候選人應該係好，你自己選擇。二號候選人想講嘢，好。我只係希望係利用呢個時間，有好多媒體採訪可能收身該局嘅關係啦。咁咧就想俾大眾知道就係其實真係落到去 ADC 藝術發展局嘅錢真係好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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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嘅。咁你唔好話戲劇範疇係比較多，而其他範疇係比較少，其實係整體上都係好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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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嘅。咁所以基本上會令到我哋冇一個發展裏邊，喺咁乾旱嘅情況裏邊，我哋可能只係可以掙扎求存，或者唔令佢萎縮。咁我哋一定要攜手去做一啲嘢，令到呢一個餅撐大，咁先至可以繼續生存落去，先至有得發展。如果再發展落去，嗰灘水咁少，我哋點樣發落去咧？發落去咪更大鑊咧？咁大家都要考慮呢個問題。我希望各個媒體都要報導呢件事，讓香港市民都要清楚呢樣嘢，而擺啲資源落去支持藝術家。每位候選人咧，剩低嘅時候都相對比較少嘅。嗱，我清楚再補一次之後咧，你可以選擇我嚟做總結啊，或者回應我就得啊。一號候選人49秒，二號候選人30秒，三號候選人13秒，四號候選人0秒。
嗱，由於都係唔夠5分鐘，你可以選擇我哋做總結或者回應啲台上嘅問題，唔係台下嘅問題。好，邊個候選人想唔想回應或者做總結？得，四十九秒，你點樣用下你嘅時間？我有一個好強烈嘅感覺咧，大家唔係叫大家去選一個人嘅，係我哋戲劇組別咧係叫大家選曬我哋四個嘅，啊，除咗我哋一齊入去咧，咁個力量就會增大嘅嚇，啊。其實選邊一個都可以係非常之有價值嘅。多謝各位。好，二號候選人。其實剛才我講啦，即係未有時間講咧，就其實我哋都好希望咧，香港嘅藝術發展亦都可以透過藝術發展局係跨地域咧，係去到發展到去可能帶去國外或者境外嘅地方，而呢啲帶去境外嘅能力咧，未必係一個中小團可以做得到，係需要一啲各方帶領或者引領我哋先可以做到，或者未必係拋一個計分定俾我哋申請就可以做得到，因為我哋唔懂得申請，唔懂得人脈嘅，咁所以啲嘢 A 先要做。好，三號候選人，戲劇界嘅同業同埋我哋自己嘅同業，這個選舉咧係不公平嘅，但係我哋都要爭氣。今年甚至係冇份投票嘅，希望大家下面可以真係攞到投票權。多謝你，好嘛？好嗱，咁而家就進入咧就係候選人互相質詢或者提問嘅時間嘅。咁咧，我哋大家記住，你每人都係有三分鐘，每人都有三分鐘呢個環節。咁你可以話嚟用嚟問人哋啦，或者留翻啲時間咧做總結啦，或者我哋可以推廣自己。好，咁我哋可以進入呢個環節台上四位候選人，而家開始每人有三分鐘，你哋可以示意嘅時候就可以提問入嚟講嘢。好，我見到二號候選人鄭生想講嘢，係咪？好，我見你想講嘢。係。OK， 開始。過往香港有一個關於藝術創作嘅一啲 issues， 咁包括咧對於戲約啊、二次創作啊等等，咁我哋聽唔到現任嘅藝發局咧係有啲咩聲音回應㗎？我相信阿古生希望佢解釋點解會冇一個回應喺裏頭咧。戲約即係話二次創作或者嘅條例，所謂嘅網絡23条啊，或者嗰啲咁嘅情況，係 ADC 係未有一個正面嘅回應，唔係未有一個正式嘅回應出嚟嘅。講得嚟嘅，四個咩講得嚟？你試下，劉先生。我覺得咧，這個咧係我會翻去再同我哋嘅主席討論呢個問題，我哋覺得應該有啲回應嘅。但係咧，而家咧，我覺得嗰個大家未喺個大會度討論過呢件事嘅。咁所以咧，我諗暫時就未能夠再喺呢度有個確實啲嘅答覆，但係我會喺任內咧再促成呢件事。好，鄭生，咁我係非常之 surprise 係未有大會討論過呢件事。台上有候選人想互相提問、質詢、發表意見，善用你自己每人所擁有嘅三分鐘。雖然有兩位候選人都用咗部分嘅時間。大家如果冇嘅話咧，我作為大會主持咧，我有責任咧善用呢個時間嘅。咁我唔會提，我唔會提問題，因為議事公道。我就建議咧，台上嘅候選人咧，將佢餘下嗰三分鐘咧，作為最後嘅總結或者佢嘅拉票。正如我講過，你做乜嘢都得，只要你唔係人身攻擊咧，你去推廣你自己同拉票，咁好唔好？因為大家接冇問題啊嘛。嗱，我再問一次，冇問題，我就俾個時間交俾你哋。鄭生 ，sorry。只想問下，首先我會你喺咁忙碌嘅時間裏邊，點樣可以抽到去開會俾ADC 咁啊？即係了解一下。我通常我啲時間咧都係有助手同埋經理人公司咧去幫我安排好啲 schedule 嘅。咁啊，即係要開會嘅時候，咁咪唔怕氣咯。咁一個人一個時間只可以做一樣嘢啫嘛，好簡單啊。咁喺開大會嘅時候，其實有更加多嘅文件係需要閱讀啦、理解啦同討論，咁樣亦都係比手頭上面嗰一沓嘅道具更加豐富或者更加多，咁樣更加難去理解嘅。
咁喺當中會點樣可以準確咁樣瞭解裏邊嘅政策咧？咁啊，睇下你俾幾多時間我啫。如果我俾啲大嘢，你要三分鐘之後你睇曬，你都睇唔到啦。咁啊，要求多啲時間俾我理解一下、消化一下咯，就係咁簡單。我相信咧，我理解能力都幾強嘅，咁多年30年嘅閱讀劇本嘅經驗。台上仲有冇問題互相質詢？冇咧，我就進入大家善用剩低個時間，我哋做總結或者拉票。我先公平啲，我先再讀一次，報一次大家時間。因為後生有剩低嘅時間，2分29秒，二號候選人；2分08秒，三號候選人；3分鐘，四號候選人；2分32秒。大家清楚自己嘅時間。咁由一號候選人佔用你嘅時間啦，你想我哋做乜？一定要講啲嘢㗎。你可以唔講嘢，你可以做一啲嘢去表演或者呢個就唔用，冇所謂嘅。呢個係你嘅，呢個就係你嘅，全場等你嘅。你可以話 pass 亦都可以。唔係，我都好好奇咁多年，究竟有冇人利用呢個時間自己企喺度做啲嘢咁怪異嘅行為？真係冇啦。可能如果有人真係跳隻舞啊，或者點樣做段滑劇啊，咁可能會選到佢嘅，可能會係嘛。但係今日咧，俾我嘅感覺，我好感動嘅，因為咧，我覺得我哋嘅組別咧係好團結下嘅。咁其實你其實因為揀邊個都係 friend 嘅，我覺得係真係，即係唔係淨係我啦，係嘛？咁啊揀到我，我當然就好拗頭啦，因為我真係要花好多時間去即係睇呢啲嘢啦。咁但係都冇辦法咧，因為後面有責任啊，我要幫一班人去訴求一啲東西嘅時候，咁啊年紀啦，揦住啦，咁應該做啲嘢㗎啦。咁就其實如果你話揀其他嘢都係好好嘅，啊，古龍又就行政經驗又豐富啊，咁樣啦，我哋要肯做另外嗰30年都學經驗簽約。好，二號主任，你想講嘢？我想講就係參選今次嘅代表咧，唔單止代表戲劇界，我亦都代表係香港文化監察啦，同埋工廈藝術家關注組，其實係關注咗文化政策咧，係超過3年嘅，即係實際上面咧亦都跑過唔少嘅部門啦，去了解過，亦都係理解嗰啲政策同埋整體嘅政策，唔單止係戲劇政策，亦都係整體文化政策。咁所以咧就希望係入到戲劇，今次可以入到係藝術發展局裏邊係發聲，係唔單止係當然係用翻我自己對戲劇界嘅理解啦，同埋喺香港文化監察裏邊咧係對於視藝界啊，或者係對其他跳舞啊，或者係文學啊等等各個部門嘅人物咧，係希望係將佢哋聲音帶到去局裏邊咧，係有個新嘅聲音，因為我哋都覺得係可能某啲聲音係被忽略嘅，即係話以前喺藝術發局裏邊做嘅嘢，好可能係做得好好，我哋唔會抹殺，亦都唔會話係點樣推翻，但係喺裏邊做得好嘅嘢會繼續做落去，因為我哋係有理性去分析成件事，係希望成個香港文化係向住好方面去發展，而唔係要推翻，唔係要做文革。多謝。在這裡呢我是挺開心的，即因為整件事呢其實我們不是互相批評，我們要找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法，所以其實我很不喜歡大會這個互相又互相質對方的制度，然之後你叫我們又不可以人身攻擊，好特別的這個制度啊而講真的，這個選呢也都不需要問他究竟有多少時間才來選，因為這個不是一個收錢的工作，我們來都來選，我相信個個都有一顆熱血。好老實說，如果大家有發聲的投秋生、okay? 如果大家是想搞好工廈的投西柱，如果你們認為這幾年的累積然後你們信任古樂是會真的這幾年之後他真的會開始開花結果了，投古樂。因為我好老實講，講句公道説話，我好明白政府做嘢唔係話我講完即刻做嘅，可能有啲嘢我哋推翻咗，或者我哋冇啦，選個新嘅人，可能有啲嘢嘅累積突然間一後冇曬，咁而唔係話因為咁樣而唔去做，而係我講嘅係，如果你哋揀我嘅，係嘅，我冇古龍咁多嘅
裏頭嘅經驗，我亦都冇阿世柱咁樣上曬街去為工廈去示威，我亦都唔夠阿秋生嗰一句喺呢個報紙度已經會即刻會去廣播。但係我有嘅咩咧？我又的而且確係真係有藝發局裏邊嘅，真係都唔少嘅知識嘅。我亦都係真係喺呢個 proof 裏頭，我真係喺度掙扎緊生存緊嘅。我亦都係真係白手興家，又因為申請唔到藝術發展局，每年睇到佢回應我嗰封信都係一模一樣之後，我決定我揾其他資源。OK， 我相信我自己嘅能力，如果能夠擺喺呢度去做嘢，我相信會更快捷。我亦都願意同每一個人喺度合作，我相信每一個人都係一個好好嘅幫手。而我亦都想講一句，其實要多謝嘅藝術發展局嘅唔單止係古天樂主席，我覺得都要多謝莫鳳儀。因為佢其實都係一路都有幫我哋手嘅，所以我希望大家即係可以多鼓勵，然之後諗下點樣改善呢個我哋嘅心態。OK， 批評係好嘅，請善意，而且係解決到問題嘅。至於關於其他嘅界別嘅，如果我當選，我係真係絕對願意聆聽你嘅聲音，因為我唔係啲咩大人物啊，你哋捧得我上去，亦都可以拉得我落嚟。所以其實如果揀我嘅話，其實係一個好好嘅媒介，係一嚿海綿去吸收所有嘅嘢。咁誒喺呢度我講嘅咁多，亦都多謝每一位嘅即係戲劇家同埋大家候選人為呢個論壇而努力，多謝。其實咧，我哋頭先問討論嗰個餅啊問題啊呢啲嘢咧，我係同意嘅，即係少得可憐。所以咧，我覺得係盡量要改變觀念。係嗰個觀念嘅問題。香港咧，如果經濟一唔掂咧，第一樣係cut嘅就係文化藝術嘅錢。經濟掂咧，最後加嘅先至會俾文化藝術。我覺得咧，成個係一個觀念嘅問題，到底有幾重視？我覺得咧，我會用我嘅關係同佢哋傾，改變觀念。同埋咧，唔好將文化藝術當作一種精英享受嘅，我哋要全民共享。但係，譬如舉個例，我知道呢啲有啲學生咧讀drama school 嘅時候，屋企係反對，而佢咧同屋企係決別。但係點解屋企反對咧？我同大家講咧，而家講真搞個劇團啊！而家係咪講最低工資啊嘛？我講你聽啊，如果你計最低工資咧，邊有呢件事？但係啲演員啊、後台啊得到嘅錢啊、個回報啊，係好恩可恥嘅。我覺得咧，我哋盡量要提高翻佢哋嘅收入。我唔可以，因為點解咧？慢慢係人才流失，慢慢係聚集，結果唔係佢點爭存啫。所以咧，我自己審批嘅時候，我係好慘嘅。我哋要 reject 一啲嘢，因為我冇錢。但我睇到，唉，如果我多一筆，咪幫到佢哋咯。咁所以咧，其實咧，我可以提大家，如果係你哋做 chairman 嘅話咧，係其實幾傷心嘅事嚟嘅，未有啲心理準備。咁但係我嘅心咧就係，我覺得自己好幸福。我喺中學嘅時候，我同阿盧偉力佢哋搞戲嘅時候，點諗？我只係諗到去打份工養自己，夜晚睇書㗎。我而家可以有一份工，我有一個收入，我已經好幸福。因為我做緊一樣自己中意做嘅嘢，而戲劇界好多人都係咁。OK， 咁啊，補補四位候選人嘅前聽嘅時間，一號候選人1分31秒。二號候選人51秒，三號候選人17秒，四號候選人0秒。我哋大概都係1分鐘或者10零秒嘅時間，仍然都係嗰個問題，時間係你嘅。一號候選人，你想點用或者唔用，你可以你嘅選擇唔用，唔用。OK， 好。二號候選人唔用，三號候選人請無論邊位當選都好。請你哋遵守今日喺度講嘅嘢，聽唔到。我
作為大會主持，我再問一次，四位候選人有啲有剩啲時間嘅，你係咪決定再唔用或者唔再講嘢？冇異議啊嘛，冇異議我會宣布呢個環節結束㗎啦，咁就唔翻轉頭啦。好，多謝大家，呢個環節結束。再回來，現在是午飯的時間，多謝大家支持。